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过去镜头前风光，但现在竟传出疑似人间蒸发被消失。 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爆料，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，严重违纪遭到调查。虽然消息并未被证实，但李尚福身为中国高官，过去曾两度出访俄罗斯与普丁见面，更因为协调俄罗斯战备资源，成为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国防部长。国务院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论坛全会上作主旨发言，他表示，中方愿同菲方一道， 发扬传统友好，深化安全合作。上个月底，李尚福才刚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，没想到时隔不到两周就传出疑似涉贪人间蒸发。贵为中国政治圈重要人物突然出事，不免让人联想到他。台湾问题处理不好，中美关系地动山摇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只端着红缨枪的 童子军，不管任职哪个单位，发言总是毫不客气。今年七月底，中国前外长秦刚突然被免职，成为中国最短命的外交部长。Is Mr. Chin Gang still a state counselor? And if is he the subject of a corruption probe? Why was Chin Gang removed from his post of foreign minister? 左右一问全离不开秦刚，如今再度传出中国高官疑似违纪被中国官方处理，恐怕再度为习近平政权埋下另一颗未爆弹。